好，这个听众大家好，现在是从战现场。OK，我在嗨，大跟家好，我是路。听到吧？被录了，我在跟他 1v1 玩家对，前5分钟不能玩。啊，对，PVP。然后，你要跟对，六个前五玩分家钟不能那个。PVP。对，就是，我要把另一边钻石也收割了。地图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九颗钻石把自动菜价去，九颗钻石。是看录影的时间吗？没有，然后我在录影。接下来要120个钱，你买了更多的羊毛，OK, come on. 特斯拉。但是你又怎样？特斯拉，那叫特斯拉。特斯拉，那叫什么？不叫特斯拉吧？那叫什么？拉斯特。不知道为什么讲话特别小声。啊 、哦！解放倒车。开始恢复我所得的一切。杨海是不是？啊！啊！我没有来啊！我在我是是我在我家基地啊！哦，确实我拿过绿宝石。你现在来打我，你绝对不占优势，因为我钻石加。钻石加，不会发展太快。快速发展，哎，可惜这。哎呀，紧张很正常的嘛，不要紧张，这紧张是很正常的。你说不要紧张，我更紧张。嘿嘿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要想太多，这是正常的微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攻击加强，好了。莫名的兴奋紧张，快了快要了，哎，5分钟了，可以挖床了。我现在才发现我没有买任何防御的，刚好64，刚好64颗石砖。炸的爆吧，就是比较扛炸。比较扛炸的。我应该先去买个，我应该先升级刀子，我很多钱，财富自由的那种。可以。深呼吸，口罩在干嘛？可以。我先升级刀子，升级。身上八个。我走一走就走，应该是。电视剧，也不是不可能啦，就是怎么没有铁了？快，不对啊，59个铁还刚好不够60个铁。白痴了，我被他白到羊毛了。快快快！哎，我已经有了，那我到底在这边？那我到底在那边挠什么挠啊？
哦，你现在要跟我这样斗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你绝对斗不过的，好不好？说起来你很控制，控制。你现在要什么搞啊？哎，我现在可是有钻石剑的哦，钻石剑全套钻石哦，我还就不信你，你控制不住的，好吗？对，没错，我控制。慢慢。买一点好玩的，你死了吗？差点死。啊。啊，原来你身上有12颗绿宝石，我等一下送你家一个好玩的东西。派大就是什么就是艺术，爆炸就是艺术。哎，我没带远程攻击哦。我有啊。没有啦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我没有，你刚来过。他说我身上的12颗绿宝石，我全部拿去买东西。嘿嘿嘿，我来喽，嘿嘿嘿，我还有备用方案。有什么？我应该买羊毛，剪刀。嘿嘿嘿，等下，当我掏出那个好玩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绝对。笑死！笑死！懂了哈，掏出好玩的，嘿嘿嘿！啊！我操！我他妈来不及，丢啊！完了，我要从头开始。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至少买得起。伏特加。什么忘了？阿斌，你刚拿到什么？珍珠？你有拿到珍珠吗？没有，是我拿的，是你买的还是我掉的？钻石剑，钻石拳套，然后钻石剑，哈哈哈！你有绿宝石剑哦。你不会有绿宝石剑了吧？也不是什么绿宝石剑啊。这次是的话，我就。完了，我有点不想理你了。我也是这个伯伯蛋吧。他不是没有伯伯蛋吗？当然没有伯伯蛋啊，不可能是伯伯蛋啊。嘲讽用的不应该是伯伯。远程的当然也要远程。Come on, let's go。我刚买了2颗飞弹。什么飞弹？懂的都懂了。你确定要厮杀吗？要不要？杰哥不要，哦。过来啊！可恶，这样对我没有好处。我得去多买一点好东西。你要这样子是不是？什么啊？哇，那个很贵。我准备送你下去了，好。拜拜，我先算了啦，拜拜。结果我买的两颗，直接化为灰烬了。
还有一颗珍珠刚刚花掉了。嗨。嗨，早安。我偷袭，我偷袭。再见。Hey guys, bye. 我想骂他，好像不能骂他。你去骂了，好吧。结果你搞得我现在没珍珠。我刚应该买什么就忘了。快买一颗。我来喽。说不叫抗战。我来喽，嘿嘿嘿，准备死了吧你，嘿嘿嘿。你嘿嘿，我来喽，我要过来喽。嘿嘿，我来喽。啊，对，我没有那个珍珠。我没有珍珠豆花，你。嘿嘿，花钱也挺蛮难的。嘿嘿，拜拜，拜拜，呜呼，拜拜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嘟嘟嘟嘟嘟啊！对了，我这次没带 TN， 我这次没有带 T 什么 T， 带那个东西了吗？完了，我没有带那个 T 什么 T 的哈、哦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没带剪刀，我怎么那么连着？我好用功哦，我什么都没带，然后就上了战场，简直就是，简直就是火箭筒对着火箭筒对坦克，反坦克火箭筒对坦克，自杀了。快快快，剪刀，我记得只要20个铁，非常便宜，然后接着再买几个那个好东西就可以了。啊。哦，再买个一拐，这几颗够用了啦！哦，上战场，呼呼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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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呼呼！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对哦，我又没带远程。远程的不需要了，直接上战场好了，根本不需要。好东西来喽！嘿嘿嘿嘿。因为我用的是我的满级斧啊，钻石，钻石，死吧孩子！拜拜。哦，你很聪明。哎，那我就来喽。哎，呀呀呀！啊，他怎么对我？哎，我一刀就，我一下就把你的。那个陷阱也弄掉了，哦，你想要偷袭是不是？可我没带珍珠，早知道我应该什么都把它给带了才对。干脆把整个家都带过去。对哦，我有那个交易。偷袭！可我不小心开到装备。Yes sir, let's go. Let's go, 再见。